这样的患者家属真的是太可怕了。近日，一个女护士在抢救孩子的时候玩手机的视频，相信很多人都刷到了吧？家属偷拍护士，并且发布视频，气愤地表示说自家的孩子在抢救，而护士竟然在一旁玩手机，她不要赔偿，就想为孩子讨一个公道。网友们被患者家属的一面之词煽动了，纷纷指责女护士冷血玩忽职守。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，身为医护人员，他们真的会如此漠视生命吗？事情的真相难道真的像这个患者家属控诉的这样吗？没想到官方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却大大的反转了。原来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，视频中的护士是儿科副护士长。当天一名3岁患儿来医院就诊，因为病情太严重了，医院当时就组织了抢救，从上午11点开始抢救，一直到12点45分，因抢救无效和家属解释以后，家属签字同意放弃抢救。鉴于部分其他在场亲属的要求，医护人员仍然继续实施心肺复苏等有关措施进行抢救，一直到下午的3点40分宣布该患儿死亡。而这个患者家属呀，是在2点55分偷拍的视频，当时护士长和这个医生已经连续做心肺复苏将近2个小时了，大概实在是扛不住了，于是拿出电话呼叫其他医护人员过来协助。因为当时这个护士呀，有一只手在操作呼吸机，所以他开的是免提模式，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却被室外的家属给偷拍了。护士长发现有家长在偷拍以后，便匆忙地把手机收了起来。可是就因为收手机的这个动作，却被患者家属说成做贼心虚，真的是太冤枉了。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呀！看到这儿，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愤怒吧？怎么会有这样的患者家属呢？别人在抢救你的孩子，而你却在抹黑抢救你孩子的人。更可气的是，官方回应都出来了，手机通话记录也展示了。还有网友指责护士为什么要打电话而不去按呼叫。问题是呼叫铃有手机快吗？能像手机这样这么便捷这么快速的找到别的医护人员吗？难道就因为造谣代价小，我们就可以随意抹黑质疑别人吗？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